老夫人，您真是太可爱了。老夫人，他们回来了。啊，锦溪，这位是？锦溪，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啊。锦溪，西城，上奶奶这儿坐。 去吧，奶奶来，奶奶一直住疗养院，怪闷的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锦溪，奶奶都想你了。奶奶，锦溪，看到你现在过得那么幸福，我也替你高兴。这位就是锦溪的未婚夫吧？ 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锦溪的表姐苏妍希。锦溪，我突然过来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。<笑>你说呀，还真巧，我跟小梅啊，刚进院里面。 就看着妍希拎着行李坐在门口了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出来走走真好。你说的对。哎，回去我得歇着了。这谁呀？不知道。